圆形是我们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图形。古代埃及人认为圆是神赐给人的神圣的圆形。我们又要去看看这个天空之镜，我们漫步香港，我们现在又要出发了，走了走了。一站我们会去香港西环摩星岭，香港赛马会芝加哥大学有一条小斜路，我们会走上去。楼梯会写住去摩星岭青年旅社，快好多噶，因为我哋好心急。咗摩星岭青年旅社呢条一条小斜路，我哋唔上去，我哋行另外一条路，因为依一个位置更加好玩。点解好玩啊？因为呢条路系比较少人去，我哋发掘咗另外一个新点。好啦，走啦。英军在摩星岭兴建爆台，建筑工程于1909年展开。而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是密封式的炮位，还是储存仓呢？真的要了解一下先，走上去看看有没有答案啊。咦，我在到顶了，左望望右望望，附近都没有其他建筑物，其实是被所有的植物是包围住。那条小路其实是石屎路，远望好像天空之城，非常之阴森啊，加上又落雨，雨雨。我们看到一条环路，那我当然是八卦啦，走入去是什么先？我之前都是拍过一段片，是关于个摩星岭。每次嚟我都有啲新发现，因为越揾就越多嘢。走出个营房向上走，其实呢个地方可能你大家都熟悉，被称为大草地。但今天下雨，淋别别啊，要小心啲行啊！你都觉得自己好笑，见到个水凼就话天空之镜，咁啊，梗系要影下啦。效果系又唔同噶、哦，最紧要你有一个丰富嘅想象力。如果唔系，点会见到有一个水影月呢？水影太阳。天，我嚟呢个摩星岭炮台，其实我最重要系揾一个方形。呢个方形是很鬼得意的，但未找这个方形的时候，梗是要走入去有没有新景点先。其实落雨淋别别都是慢慢行啊，所以大家好天的时候要来。但为什么我要落雨来啊？因为我想找一个景。当你好天来的时候，太阳是跟过这个窗户影了一些光影，拍照都好靓噶，而我哋而家四周去发掘一下有冇光影先。行下睇下，大家有冇记得订阅我啊？唔想遗留香港嘅美景，就要订阅我。揾到一个方形，点解我要揾佢呢？其实你影相嘅时候，会将一个光线透入嚟，加上一个绿色的青，会幻化咗一啲梦境。当你执下色、执下位，唔同嘅光线影出嚟嘅效果系截然唔同。
其实这个位置我们将会转入另外一个石墙，其实这个石墙已经是构图了不同的色彩，有时间可以慢慢影配备这个不同的光线，都挺好眼的。沿着小路走回出去，我们找另外一个最出名的圆形炮台，千万不要走开啊。走上一个炮台，其实是想找一些景，将会找下有没有云海、雾海，甚至耶稣哥。好了，我们四围去抄下它。沿路可以翻翻去之前的芝加哥大学，为什么我拍完又要再拍？这条小路走翻落去快又妥，因为有些网友说想拍西环的天空之镜，那我没理由拍一个镜或者你来一次，那我当然周围再去摩星岭啦。西环附近都有很多名胜，而这个半日游甚至闲游都非常之好。好，入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，其实里面都有一个炮台，我们进去看，同埋呢个附近的日落都好靓噶，但好可惜今日是阴天，我哋系会睇唔到嘅。一个叫银禧炮台，咁已经系收葺好，我哋可以走落去睇。但系我哋而家时间唔系好够，因为我哋准备去西环嘅天空之镜。芝加哥大学附近都有很多打卡点，而最出名就是白屋，因为现在疫症就关门，所以我们没得入去，大家有机会就去，我们直接落去西环。沿着这个海旁，我们就会入到一个公园，找一个天空之镜。这个西环必路乍湾海滨长乐是非常之方便，其实可以搭地铁、巴士、的士、小巴，非常之非常之方便啦。我哋而家准备入到去西环必路乍湾海滨长乐，系揾一个景。其实呢个景系有少少秘笈，点秘笈啊？你揾唔揾到呢？我哋喺个圆形嘅图案下边喺度玩，定系捉迷藏啊？我们在下面做了什么游戏，
係啦，你唔好咁係啦，整個八平衡咯。啊，佢用咗藍調，係都 OK 噶，因為你擺 pose 啊，我而家拍緊片啊。其實呢個睡池仔，我哋都玩咗個幾兩個鐘，因為點解啊？你有時間就望落去，我哋點樣左擺右擺，甚至跳來跳去，都係一樂也噶。有个阿叔阿伯喎，唔怕咪当佢系咯，喂加埋你啊，两个把遮啊。其实嚟到呢个天空之池，其实就是个水池边，你中意点摆 pose， 中意点样影都可以，最紧要一日你享受拍摄嘅乐趣。红调又会感觉点样呢？有蓝调、黑调，其实很多色彩，不一定等到日落，我们只可以用后制色调增加一个趣味。大家如果有机会是日落影的时候，一定靓爆机，或者到时 call 我又去玩一下。你看我們玩到多傻，玩到黑蒙蒙，水池都有這些環繞著的燈光。我們說下次來要帶相機，要做個 setting， 要慢慢拍個流水倒影都很漂亮的。咦，他又傻下傻下做什麼？又想跳啊？準備又跳了。其實做毛豆很辛苦的，你不要以為跳幾次，我們跳了很多次的。其实天空非常之靓，全部都是蓝调。每一次来，可能你每一次拍都不会相同的天空。小朋友几开心，周围去玩。觉得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童真，甚至我们下一次来玩下滑板。咦，有一个紫色的屋是什么来的？温室的屋顶是多边形。菜嚟噶嘛？系啊，全部都沙律菜嚟嘅，正啊！呢、這個啲高級嘅大佬，有你啊，有嗰個羽衣甘藍啊，乜都有喎、啊。羽衣甘藍唔好食嘅嗰個，硬啊！我都唔知道有咩好處。毛茸茸的九尾草就预知的秋天就会来临，即是告诉我们可以上山找它，甚至秋风明月就在我们眼前。多谢大家陪我半日游行香港西环，我们下次再见。